小玉饼子。心潮澎湃，也是跟着一起在唱。我就碰到这个活动挺惊喜的。我们就使劲的招手啊招手，我觉得要把我今天的心情要表达出来。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自豪，对我们年轻人来说，我们爱国的精神会一直的传承下去。希望祖国能够越来越繁荣昌盛，也希望我们能够为祖国未来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。我希望我们国家给你，看你怎么迎来。我爱他一辈子。